输送一隔壁名叫都敏俊的男人，你不觉得曾经见过吗？这有可能吗？长相怎么会跟12年前一模一样？难道你是12年前救了宋一的那个人吗？依我看，这像我汽车大灯的碎片。都敏俊，那天晚上你来过那里，挡住了我的车子，因此我的大灯破裂，那个碎片插进你的手。你解释一下怎么回事？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到8点，来自星星的你。